时空穿梭，时光倒流啊！你同我存在喺呢个空间嘅因素就系历史。若历史改变咗，你话会点？出身凭借不存心，姑娘杀过人吗？你喜欢将军乃秦国的宝贝，寡人又怎么忍心治将军的罪？这个秦王呢，他赐剑给这个白起，让白起杀人。秦赵一战，事关千古。我大秦的将士们，我的弟兄，那儿就是我秦人祖祖辈辈立德道之疆土，夺下他！我秦军真乃山妖。你我都是秦国的士兵。国王珍重。我王诏命赐王剑于完军，令其自裁。是，我不会让他死的。别让他看见我的尸首。别高兴，别以为要知足。官军对寡人的心早就散了，让寡人就是杀了他。公元前257年，战国名将之首白起走到了生命的尽头。寡人老了，不想杀人这